然后境界领取领取，就奔着十二转走的呀，提升提升提升，领取突破，哎，直接十三转了，就是这个虚位不够。然后抽奖一会儿来抽，神装收集一键点亮，三彩神装，好，这激活加了五万，然后四项神装这个可以点了，这个是四项就是要九转装备才可以的，我们直接抽这个九转装备挺好的。BOSS 再设置一下，道行 BOSS 啊，这个直接快速挑战，这个挺好的。这个设计的还挺狼性的，我喜欢。哇，九转还可以快速挑战，哇，可以的。然后这儿自己打，这儿前往击杀，这儿设置一下自动挑战，这里九转，啊，这只能同时最多两个自动作战，那就两个九转呗。好，两个九转，他自己打。神通 boss 这里把这个次数买满，可以买两次。世界 boss 这还有45个券呢，这45个是在次数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打这个世界 boss。挑战副本，我看一下这个快速挑战还能再挑战一下，之后还可以手动再试一下，手动懒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提升一下，神兵差了那么多对吧，我们背包里开一开，这里有折扣的，这个是几折，给600个，五折的，我们开三个，开三个先试一下。邮件里好多东西哦，好的好的，邮件感谢你的提醒，来点个赞，缘分点赞法，恭喜您 VIP 又升了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的，这每日什么奖励，现实累充奖励，排行榜最后一期奖励，好，全部领取，全部删除。哎，黄金幻翼哦，昨天排行榜给的东西还没给你们看，哎呀，我这该死的记性，就加100万战力的黄金幻翼，好，满上150万战力来了，这邮件被我删掉了，不然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1200个，来搞一下，好忙，是手忙脚乱啊，先抽奖完再升九阶啊，要是有材料呢，这个神兵材料那里好像抽不着，我看一下那里有没有。好，这里还差一些，还差三星，其实说快也快，这里抽奖看一下他给什么，他给这个吗，神兵给吗，披风的，佛体的，攻击的，羽翼的，风势，好像没有别的东西了。今天有一个活动给你们看一下，限时活动，有一个是仙盟 boss， 然后仙盟霸主，仙盟霸主应该是仙盟和仙盟之间的战斗，进入击破城门方可进入，好的好的。然后活跃度领取一下，遭遇战，这个这两个一会儿快速搞一下，领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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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活跃度 OK。 然后现在再开一下，再开一个，感觉差不多了，现在榜一，这还用问，小游戏都是榜一，历来都是榜一的，从没出现过意外。来再提升一下，600个够不够呀，少了一星，这里我看一下，这里有8个，这里就只要12个就可以了，然后只要提升一次就可以了啊，还不够，那还是再买一次吧，这里刚不应该买的，再开一个吧，600个，哎，我还说最后一点点，最后一次就可以了，结果就不行，来自动提升，你看没关系的，好，加了5万，剩下的给这个搞起来，我元宝没有了，我元宝没有了，先把这个寻宝寻了，寻宝大哥完成任务啊，活跃度世界 boss 神兵结束，来抽奖啊， VIP 领取领取领取，每日礼包活动等等，哦，已经开始了，挑战一下，已经到了原磁神光，原磁神光是多余的分解，有450个材料包，440的这个是进阶单哦，明天搞这个进阶单，选这个就可以了，好的好的，明天搞，这自动挑战这个 boss 就可以了，我就是 A 级评价，带刺玫瑰激活一个，哇，你看这个比一刀传世那种感觉差不多，就是一刀传世到了后面也不过就是这么个特效，这个至尊火鸟点亮激活两件加成9万，曲径通幽点亮带刺玫瑰激活两件，风起天南搞一下点亮赤妹子萧两件，又加了33万，好给力啊，来羁绊激活加了51万，冰凤和风翅3万，我76万，这风翅太给力了，羽翼来聚气喂养一下加了20万，降临13个，6万，时装没有了吧，自动提升点了，出毛礼包给领了，好的，马上，这个果然可以领，这个用完，好，没有红点了，哦，这里这个羽翼怎么又有1000个，那么屌的吗，这个是没有升过的，所以给他升很划算，直接升时37万，这儿我们把这些技能全部升一下，这个无所谓的，它是提升固定属性，又不是百分比升哪个都一样，我直接把这个攻击升满，
这样升得很快。OK， 神兵我看一下，再给这个升一下。然后这儿还可以再升，都用了，又有109个，我的天。好，前面这个升一下。共享的感觉不太对哦，这个还可以学习，到时直接加4万。什么时候抽奖？是的，我们先把材料领了，这是两角色觉醒领取。PVP 免伤 2% 战力飙升20万，可以的，激活一个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了吧，技能强化领取。哇，他要求只打到500关，我都打到1000关了。扫荡披风副本，这个是明天才有这个披风的，所以今天搞不了。这里领取15件八转装备，穿上太虚战刀给了一个唤醒。哇，才加1500，那么漂亮的翅膀才加1500，哇，紫虚圣羽，这个是没有激活，我就说嘛，那么漂亮的翅膀加了61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个不错。来，欢彩神武，明天战力上也差不多，领取，穿戴10件9转装备，使命排行哦是在这儿，击目标，哎，就最后一档，来把这个提升一下。刚才给了史诗血轴，没关系，到时候看到再搞。私聊，副本一条龙走起，已经搞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Costa 这儿我应该是还可以再带一带他吧，带一下这个老鬼，既然是水友那一起玩的，那咱就带一带人，反正也不损失啥。而这儿可以替换这个异兽，又多了一个新的异兽，朱雀、蝎王这种橙色的都被替换了。哇，再解锁 VIP 到他20解锁了，森林之王红色的，哇，又可以解锁，加了，哇，这个 VIP 加的好多啊。然后这儿还可以 VIP 22232425627，然后就没有了，对吧，总共就那么多。哇，这灵体那么多，100多个，再自动提升。然后元髓复养一下，加了37000，功法一键提升，可以替换吗？这都不能替换哦，这个可以替换，天罡强体。然后经脉，哎，激活经脉，哎，加了1000，激活一下，免受伤害，这有百分比受伤吗？哎，吸收伤害20%，那么给力的吗？然后再领取。哦，这个活动完成了，好，出来正在打这个持国天王。哇，这个游戏我觉得真的可以玩到月底，然后我们再玩另外一个游戏啊。看着我氪金好羡慕呀、啊！你也是第一人称，你看着这个不就是像自己在氪金一样吗？就当是自己的钱，对吧？不要见外。来穿一下，哇，又加71万，怎么这个装备加了那么多？这太屌了吧！我今天抽奖的话，我就是希望抽一个这个灵戒，然后再抽两个这个指环，把这两个角色安上。啊，这仙缘爱情宝匣领取。修炼升级，这加了25万，然后可以学习一个技能，又能学习技能30万，哇，自己玩没有我那么傻，但是我有10000双眼睛盯着我，对吧，我知道我就能被他们指出哪里有失误，但你自己玩你不知道哪里有失误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玩得很完美，不服的话你也直播试一试啊，对不对。这里有个套装可以点紫虚圣羽，哇，4件加成，暴击率1%，加了74万，给力啊。法器强化2次，好了，加了20万，就加了都好多。升级宝石的时间到了，我先把最后一个提升了，我是想全部搞到6的，先全部替换一下，然后可升级，先全部升到6，武级宝石全部升6，这攻击宝石还好像挺多的，就这个生命宝石差了一些，宝石就完了。然后金链又有20000的素材，一件金链，好，差不多。离开，给了一个什么赤炎战库，来击杀这个道行 boss， 他通关170关，笑尿了。寻宝，寻一下，快点，再让我做一下这个任务啊！哎，烦死了，他老是在打这个 boss， 变器再来一键打造，打造到70，到不了。今天再来一键提升到这个9，哎，这个我想一个一个的来，平均升。对吧，所有的都是9，哎，这样就完美了，不然搞得我好难受啊，这个全都是6，对吧，这个有7的有6的，给它全都搞到7，哇，这个强迫症得到了满足。好，搞完了，觉醒，哇，再觉醒，哇，这些可以觉醒到这个史诗了，集齐史诗方可晋升，完美觉醒的这个轴也是需要的，那不要花这个钱了，但要30块钱买那个卷轴，不划算，以后不买了。经脉再修炼，哇，终于有地方花我的铜币了，我有3.5亿的铜币，那好好修炼呀，伤害吸收30了，突破，我的妈呀，这好爽，100万了，突破要100万了，吸收伤害40，那肯定是给第一角色升啊，第一角色超级肉的，好，突破65，哎，可以了，
然后剩下的给这两个平均升一下。好，突破六阶，这个是七，这个是六，这个也是六。有钱没地方花，好难受，对吧？我之前搞了好多铜币呢，这个也可以搞到六，没有问题。这个少搞一点，搞到四。我先把这个升到这个八，金脉是无底洞，没关系啊，能给一点是一点，反正我又不讨厌它这个战力。哇，七十了，这个已经八了，这个搞到六吧，八六六差不多高他们两级 ，OK 了。好，六级了，八六六对吧？再给这个八升，把这个花完就可以了。别的地方没有这个铜币的花销，所以无所谓的。符，哦，这儿可以搞了。哇，感谢你的提醒，攻击红色的，哇，红色攻击，把这个升了。我这个又能升好多，哦，把这个符分解了，紫的都可以分了，先把这个装上，紫的装一个，把狂扇搞一个，好的，分一下，紫的也分了，哦，这个四十七，升一次，哇，有个十、百、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四百万，那可以升到五十了呀，五十就升满了，不让我升了，哇，直接升满了，中间那个没有，要寻宝的，寻宝那个还没有开，然后再给这个十六的升一下。好，升完了，剩下的不管。哇，这个果然是到五十就满了，这个和斗罗大陆好像啊。寻宝行里，寻宝二十次，哇，这还有要求，寻宝1200次，给一个 SSR 的神兽，但我这个钱不够了呀，可惜可惜。寻宝二十次，神兵，然后领取领取领取，酒馆前去，领取领取领取，来继续寻宝吧，开始。这里有351个，给了一个指环，可以的，再来。我给好多宝石，一会儿给好是宝石了，给了一个九转两星的斩仙灵腕，斩星灵盔，哇，银月无所谓，弑神灵盔，居然是我有，没关系，有也要，灵链来了一个，元宝买，巨灵灵械又给一个，嗜血指环又给一个指环，哇，可以的呀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指环，哇，运气很好呀。这个是戒对吧，我要的是指环，刚好两个指环啊，没有取出来，全部取出来了，来了，这两个指环有了呀，刚好，我觉得不用再抽了，很完美，这个虽然加的不多，但是一下子装备全都齐了，这个也可以换一下，灵戒和这个指环全部都有了，刚好，这个还能再升吗？可以吞噬，可以吞噬一个，这来给这个吞噬一下，吞噬再加一点点吗？就已经吞噬了吗？我的天哪，哎，不对，是这样吞噬，哦，吞噬加了半管经验，它是从三转升到四转，哦，还是要再抽的，抽了之后你再吞噬，你可以升这个转，转身提高了之后就厉害了。然后这是九转装备，换一下加120000，这儿换一下，加330000，给力啊！经验单，哦，这是活跃度顶了，归属顶了，我这个任务做的超级迟，955关了，啊，大哥你又去挑战 BOSS 了，我打你哥。哦，我打你个废，你这一直是打烦人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没有了，施展没有开启，转身，这里转身可以使用两次，这个修为单花5000买吗？这个修为不强求吧，不强求，反正我的修为肯定应该也是第一，问题不大。